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是一个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是导致一岁以下小朋友支气管炎和肺炎的主要因素。但是除了小朋友之外，其实糖尿病患者都是要特别注意的。今天很开心请到内分泌及糖尿科专科医生陈乐医生和我们讲一下。陈医生你好。你好。之後首先就想問一下陳醫生，其實糖尿病患者感染這個病毒的風險是否比較高？即現在大概有什麼病毒是要特別留意的呢？糖尿病的病人對感染細菌或者病毒都是特別風險高一點的。如果說到病毒的話，就是呼吸道那些就會比較多一點，譬如之前有的這個新冠或者流感。咁依家其實最嚴重嘅咧就係呢個叫做 RSV， 中文叫做合胞病毒。其實糖尿病嘅病人咧患上呢個合胞病毒嘅機會咧，佢哋嘅入院嘅比率咧，比冇糖尿病嘅病人咧，係高出可以十倍嘅。咁其實頭先即係一路都提過 RSV 啦。其實 RSV 係一種咩嘅病毒咧？感染之後啊，會出現啲咩症狀？RSV 咧其實英文叫做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中文叫做合胞病毒。咁佢係一個下呼吸道嘅病毒，容易引致到下呼吸道嘅感染。如果中咗嘅話咧，就好容易有呢、這個肺炎啦。咁其實糖尿病嘅病人其實好多都有隱藏嘅一啲併發症嘅。咁啲肺炎咧就可以引致到併發症嘅出現嘅，所以對糖尿病嘅病人嚟講，風險係更加高。咁想問一下醫生啦，其實感染 RSV 有可能出現啲咩症狀啦？同埋其實啊，佢嗰個傳播途徑係點？傳播途徑咧大致上係靠飛沫啦，同埋空氣噶。一旦中咗嘅話咧，佢嗰、那個病徵咧就包括呼吸困難啦、咳啦，或者有痰啦，同埋發燒嘅。咁如果血氧不足嘅時候咧，又可以係呼吸非常之困難，可能要過白車。咁如果即係糖尿病患者咧，真係感染到 RSV 啦，其實佢嗰個症狀或者後果會唔會比一般人更加嚴重？其實會㗎，糖尿病嘅病人第一就會比一般冇糖尿病嘅病人咧容易感染。咁如果感染咗之後咧，重症嘅機會係高好多嘅。咁尤其是有啲本身已經偏肥嘅一啲糖尿病病人咧，已經有睡眠窒息，含血氧已經唔係好夠。如果再患上肺炎咧，咁佢哋嘅嗰個併發症出現嘅機會咧係更加高嘅。咁其實即係點解 RSV 呢樣嘢咧對糖尿病患者嘅威脅咁大？因為糖尿病本身咧，佢哋嘅呢個抵抗力係比較差啲嘅，再加上佢哋可能已經有一啲心肺功能受到影響嘅啦，已經咁再加上呢一個病毒引致到肺炎咧，後果會係相當嚴重嘅，而好多糖尿病患者都可以入深切治療部，甚至乎救唔翻都有可能嘅。咁其實即係邊一種嘅糖尿病患者咧，係尤其會高風險去出現一啲嚴重病情？糖尿的病患者如果他控制得很差的话，风险就会大一点，而且他的严重性都会强一点。譬如我们糖尿病病人用这个糖化血红素来去衡量他们的糖尿控制得好不好。HbA1c 糖化血红素如果是高过 8% 就算是不是那么好了。咁如果超過 10% 咧，算係好差。當呢個數字越高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嘅風險咧，其實就越大。患咗呢個合胞病毒出現嘅嚴重性咧，就更加大啦。有冇話即係其實所謂即係佢哋會出現嘅併發症咧，嚴重併發症咧，其實有啲咩例子？有啲咩例子？譬如啦，一啲有睡眠窒息的糖尿病病人咧，佢哋患咗呢個合胞病毒的肺炎咧，就好容易入深切治療部，咁甚至乎可以引致到心衰竭嘅，咁同埋心一衰竭嘅時候咧，都可以變咗係有呢個腎衰竭嘅，咁多個器官咧都開始出現問題嘅時候咧，咁個死亡率就係好高嘅啦。咁其實即係 RSV 感染之後啦，一旦真係出現重症嘅時候，對患者病情嘅控制啦，同埋佢哋嘅治療安排又有啲咩影響？通常 RSV 嘅患者咧有糖尿病，
嘅話咧，係都需要入院去做接受治療噶啦。咁佢哋需要譬如有啲用胰島素嚟到去控制血糖啦，因為一旦感染咗之後咧，血糖控制更加困難。咁好多時候口服藥咧都未必可以降到佢血糖，而需要用到胰島素。咁亦都會需要用呢、這個氧氣嚟到去幫助佢哋增加血氧啦，因為佢哋呼吸都可能會有問題嘅。咁另外咧就係、一啲欠缺胰島素本身製造不足嗰啲病人咧，就容易有呢個中尿同毒嘅風險嘅。咁所以多方面嚟睇咧，糖尿病嘅病人咧，其實中咗合胞病毒，佢嘅風險都係相當之大，需要入院做治療嘅。咁如果講緊啊，即係如果我係糖尿病患者咧，我想即係點樣可以降低我感染 RSV 之後出現重症啊或者死亡嘅風險？首先要將你的糖尿控制好先，要多方面的配合，除了飲食控制，定時做下運動，服從醫生，定時定候要用藥物之外，其實都需要考慮打這個合胞病毒的疫苗。尤其是我們現在是高峰期，3月至9月這段時間，其實提早來到打這個合胞病毒的疫苗，是會為這個患者帶來更加大的保護性的。同埋都想問下醫生咧，其實依家國際上啦，對於預防 RSV 係咪有啲咩指引嘅？其實是的，有兩個很大型的學會，譬如美國的 CDC， 美國的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還有美國的 ADA 糖尿學會，都有指引，就說60歲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其實應該及早接受這個合胞病毒的預防疫苗。咁 RSV 咧係會喺每年嘅3至9月咧比較活躍嘅，咁大家咧都要小心感染啦，做好預防嘅措施。咁尤其是糖尿病嘅患者咧，就要考慮下要唔要打疫苗啦。我哋今條片咧去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